Hello，朋友们好，这里是纽约的巴比伦镇，今天是6月5号，星期日。现在这里正在举行希腊风情节。走吧，咱们一起去看看，啥节都离不开吃。看看老外在这搭了一大棚，吃的肯定是希腊风味儿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是一座希腊东正教的教堂。这是进口，这些应该都是希腊风味的小吃。一种炸制的食品，小的8块，大的12。这是做烧烤的。希腊啤酒、汉堡包、薯条、苏打水，还有菜。这个镇子里的希腊移民应该不少。这也是玩套圈儿。小孩玩的。这是卖工艺品的。这还有一个美国陆军征兵点儿。
标识牌儿。这教堂还是挺大的。美国这个地方就是种族特别多，多元文化并存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。像搞这种活动，我估计也是这些移民想怀怀旧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谢谢朋友们的观赏。